解封后的大学生最想做的事儿，洗个大澡，打车到寝室楼下，看电影，吃火锅，飞到异地男朋友的身边，见一见他的新女友。盘点内娱那些恋爱脑行为，非常神奇的物种，它可以改变男人。只要你足够爱一个男人，足够别陪一个男人长大，你给他这个机会，时间足够长，你也不能妄想改变这个男人，他会给你带来更多的惊喜，给你带来多顶绿帽子。不是，那一个男人成长不得需要点时间吗？你只会有更长的时间去挖野菜。那处的实在都不行了，她老公第一次为我做一顿饭，我还到那桌子都拍个背影。老公做的菜就打动成这样，那不很正常吗？对啊，我男朋友直接为我嘴里端饭，不香味吗？对，我会有，哎。啊、纯纯自嗨是上头吗？连这么上头的小鱼吃了都得有点下头。你要保持清醒，快吃个小鱼干啊！不管什么结果，我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有好日子一块过，不好的日子一块过。甚至你有外遇了，我估计我就没爱你。三年说了哈，一个女人相信我爱你这三个字，不用看你的八字，离婚三次。恋爱脑姐妹一定要记住，把钱和精力花在自己身上，拒绝恋爱脑，做时代辣妹。最近我被讨压力大，一起尖叫尖叫吃披萨，段被我连掉三顿了，一起尖叫尖叫吃披萨，跑车我不要 GTR， 一起尖叫尖叫吃披萨，周三尖叫吃披萨，兜里的 money 随便花，周三必胜客吃披萨，29.9盘它。我们今年20，我的膝盖51，我的肩膀47，我腰昨天刚过完62岁生日，我的头发今年刚过了头七。听说等你听完阿拉斯加海湾、水星记、落海、五处零点八，哪里都是你，善变、诡计、花海、如果呢、后继者、永不失联的爱，还有竞争、与我无关、嘉宾、无人指导、大眠、沦陷、说实话、搁浅、不知所处、忘了没有和下一个的时候，就是你该放下的时候。冷笑话，小孩子不可以有拖延症，要不然会变成拖孩儿。这里根据现场留下的脚印判断，罪犯的身高大概是179左右。这个时候，男友朋友传来了一个声音：180。叔叔，你别拉了，我害怕。记者采访说：“大妈，您觉得山楂旺天气对你有什么影响？”大妈说：“对我影响可大了，你先看清我是你爸。”90度的开水不能直接喝，因为直角卡嗓子。小朋友，你是否也很冷？我好。那你这样卡不卡呢？那你这样都塞不进去，进不了嘴儿呢都。你只能吃锐角。锐角。PUA 你们知道啥意思吧？这是 KFC 你吃你 ，PUA 你精神控制你 ，KTV 你背后卖你 ，UFO 你外人 ，AB 你直接阴你 ，WPS 你你画个大饼 ，ATM 你无限给爱的人报销 ，LOVE 你无限宠你 ，ICU 你。Can't believe that it's finally me and you and you and me, just us and your friend Steve.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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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ve.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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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ve. 我在搞钱和搞对象中选择了搞笑。哇哦！我在脱贫和脱单中选择了脱发。我在变瘦和变美之间选择了变美。我在发财和发家之间选择了发胖。我在学霸和学渣之间选择了学渣。我在好看和难看中选择了活，我在死去和活着中选择了半死不拉活，我在刷屏和刷碗之间选择了刷抖音，我在御姐和甜妹之间选择了舔狗。小时候不懂为什么会有一边放水一边加水的数学题，直到我一边玩手机一边给它充电，我一边开空调一边干点背，我一边减肥我一边暴饮暴食，我一边熬夜我一边敷面膜，我一边上班一边学习。心理测试，当你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婴儿开始哭，尿急想去厕所，电话响了，门铃响了，水龙头没关，这五个你们排先做哪个？我尿急我能再憋憋，我先把水龙头关了，然后我去开门，然后看是惹事人，然后去接电话。那我先尿完尿接着孩子，
孩子让他哭吧。我是抱着孩子开门，然后接电话，然后去关水龙头上厕所。我是开着门然后再去看婴儿，把婴儿给那个开门的，然后再去接电话。给开门，把婴儿给开门的干嘛？我上完厕所洗个手，关水龙头。水龙头你现在最后关，你能一直忍着水龙头一直开到你把一系列事儿都完事儿了，你再去关个水龙头。那我也先接电话，我一会儿再回给你，我赶紧去上个厕所，然后把水龙头关掉，抱着孩子去开门。公布一下，婴儿是代表爱情，去厕所是代表自己，电话响了是代表工作，门铃响了是代表朋友，水龙头没关是钱。我操！我第一是什么？先把钱弄了，先照顾钱，然后去找朋友去，然后回来接电话，就是把工作整完，我再去考虑自己，然后再考虑爱情。我想的是开门把爱情给了朋友，工作再是自己，最后是钱，啥也没有。我这就是先把工作处理好了，完了我照顾照顾自己，挣着点钱，有个爱情，然后跟朋友再玩去。朋友排最后。我先把朋友排第一。我以后先顾我自己，我先上厕所吧。等我有钱了，我一定要买一个能收到信息的手机。时代变了，以前换季的时候，你那衣兜里摸到钞票，现在只能摸到纸袋了。肉是一两一两的掉，一斤一斤的涨，钱是一块一块的赚，一把一把的花。马上年底，总结一下，总体来说呢，穷比较稳定。什么都可以直视，就是不能直视原相机。为了变漂亮，我坚持了很多好习惯，例如坚持看美颜，除了睡觉时间不想睡觉，其他时间我都想睡觉。睡吧，走吧，出门吧，现在你把垃圾带上。哎，等会儿再倒吧。等什么等啊，都臭了。我说了等一下就等一下嘛，你催什么催呀？阿珍爱上了阿强。哎呀，不好意思，我不小心摁到你昨晚说的梦话了。怎么还能有啊？用幻修 APP 记录你的睡眠报告了呢。你怎么都晚了？啥呀？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那吃烤肉总行了吧？烤肉太腻了，我不爱吃。飞机从头顶飞过，吃火锅，火锅吃完一身味，回来衣服谁洗呀？流星夜，我婆呢？杀猪，我看你像猪，我给你杀了。夜空，张姐啊，你们宿舍是不是有个空床位？今晚我搬过去吧，我给你收拾。我帮你，垃圾到了是不好？下课不？你们都在哪里念书啊？大一在京都。到大二下半学期转入了腾讯会议。这期间还去 QQ 课堂戒毒了两天。然后大三的时候在学习通上留了一级。等毕业的时候就应该去拿腾大和学大的双学位了。来，真心话大冒险。非主流动态，生气是因为喜欢你，生气是因为在乎你。转发四个群，今晚就有人跟你表白。陈无语，你怎么那么非主流？哈哈，经典。说出一些你不敢告诉你妈妈的话。我亲过他。再来一轮。哎，你把刚刚那件事情告诉你妈。你别动！小冒险，先拆行一米六八的地方。我一米六八的。这个。一米六八够了，没劲了。小雨。再来大冒险，在外边把门带上去吧。